feel like I'm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马来西亚警队 APM 的频道。今天是一个新系列，名字叫做一日体验。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会去体验一天的各行各业，也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些行业。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去找今天的主角。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名消防员，在这行已经从业了将近5到6年。今天会由我来带大家了解消防员。大家都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救火，但救火只是消防员工作的一部分。消防员除了火灾出动水灾，我们也需要使用船去救火，因为消防员对于应对灾难的救援有一定专业的知识。抓蛇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工作内容，当有人报案说家里有蛇，我们就会去上门抓蛇。别认为抓蛇是没什么难度，我们需要根据蛇的种类和大小来决定用适当的工具来捕捉蛇。消防员的救人不单单只在火灾现场搜救生还，还包括了如果我们收到报案有人要跳楼，我们必须在下面铺上气垫床，防止自杀者真的跳楼。我们还会接近他，劝他下来放弃自杀的念头。还有就是当车祸发生时，受害者因为车辆撞到变形而受困，我们会使用液压钳和电锯等等的工具帮助受害者脱困。除了救人，救动物也是我们的工作。比如说当有动物不小心跌进沟渠上方，我们就会去救它上来。以上我说的是消防员常见的工作，其余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消防员都是24小时待命的，无论何时我们都在。叫消防员是免费的，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不用害怕叫消防员需要收费。这辆货车是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Services EMRS 紧急医疗救援服务的车。NC 团队的主要目标是为团队成员提供初步评估和现场伤员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以便尽早开始紧急护理，从而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刚刚我们收到有人报案，有一辆车因为车头变形导致受害者脱困，所以现在我们要出发救火。
车在隧道里，车在行人，我们现在需要马上去救援。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和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拜。